逆流大叔喺全港掀起咗一股港产风，凭住好口碑嘅票房节节上升。当睇过嘅人一传十，十传八，亦有赖剧组努力嘅借票。逆流大叔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展现逆增幅嘅情况。一般来说，电影上画后会有爆发性嘅票房，其后喺高潮过后慢慢下降。逆流大叔却罕有地出现逆增长，呢个反应好口碑带动下观众陆续放心入场。更令人惊讶嘅系，逆流大叔第三周嘅周末票房竟又比第二周更胜一筹，周二周末收到52万，而刚过去嘅周末8月19号就收到65万，反弹得越反越劲。